經濟發展委員會下面呢是有四個的工作小組，分別呢是負責有關航運業、會展及旅遊業、製造業、高新科技和創意產業，以及呢是專業服務的事宜的。四個委員會裏面呢其實是很需要呢在這些界別裏面呢是具有經驗，特別是有國際的視野和對內地的業務呢是清楚的。你睇翻，其實而家入嚟，即係能夠係加入到我哋，都即係能夠支持到呢個委員會工作裏邊嘅人士咧，其實佢係除咗佢哋係有呢啲嘅寶貴嘅經驗之外咧，亦都係佢有專業嘅知識喺裏邊。